不少，都给你提来了。花花，我就等着这一天呢。跟我走。哎，钟汉哥，干什么去嘛？哎，钟汉哥，看看。哎，钟汉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洞房嘛？哎呀，真好看，像皇宫一样。钟汉哥，你要娶婆姨了？花花，这是苏杭的丝绸。啊，这是南阳的红木。来，哎呀，你过来看。真精巧，花花，这些首饰都是在南阳定做的。真好看。这个首饰盒啊，是专门给你定做的，这里的一切都是给你买的，是给咱俩准备的。啊？咋是给我买的？给我准备的？三虎走了，我要娶你做我的婆姨。周汉哥，你可甭胡说。我三哥哥他根本就没死，关王哥，哎，关王哥，你跟钟汉哥说，三虎哥他根本就没死。对对对，三虎没死，我在保定的伤病医院还见了他。你在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是从三虎的身边回来的，我跟他拉了家常，吃了饭，三虎真的没死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他被抬到死人坑里了。钟汉，三虎真的没死。不可能，真的没死。钟汉哥，我这次绝对不能放你走。钟汉哥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就算是你给我金山银山，我也不可能跟三虎分手的。我心里只有三虎一个人。关关，咱走吧。走。哎呀，钟汉，这就叫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。你跟我一样，等下辈子吧。啊，走。什么威武不能屈？我还没动武呢。来人，到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钟汉，你要干什么？钟汉哥，拉开！你是不是疯了，张钟汉？拉开！钟汉哥，谁敢动花花一手指头？嗯，畜生，你个不通人性的畜生，你就知道动粗了你啊！啊，我张老伯，张老伯，可不敢，可不敢。人总有着急上火的时候，钟汉哥他就这脾气。快坐下，坐下。张老伯，钟汉哥现在都是当大官的人了，你可别当着众人面打他，让他以后可咋管这些兵呢吗？钟汉哥，你先走吗？张老伯，他从小就是个愣头青，你甭跟他生气，生什么气啊？都怪我，从小没教他读书识字，长大了这越变越粗，越变越野了。这张老伯，钟汉哥对我的心思我明白，可是我……哎呀，说句实话吧，他的心思全在你身上了。那说媒的人能把家里门槛踢断了，他一家都不答应啊。张老伯，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，花花心里明白得很。钟汉哥对我这份情，我只能下辈子再报答了。我和关公哥先走了，张老伯多保重啊。我们走了啊。就是这里，哎呀，我回来了，你们忙着呢啊！哎，
你们，怎么换人了？哦，左掌柜的，左掌柜的，看一下我吧。啊，谁找左世宝那个倒霉疙瘩？我们找左世宝。啊，左世宝已经搬到五原去了。这生意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到五原干什么去了？生意做得好好的，能把这个地方让给我吗？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这是生意场上的规矩嘛。你要是去找他的话，就到五原去找吧。哦，那走吧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个五原在个哪里呢。西边。你认识？哎，快别提了，我俩当时就是从五原上出来的，本以为他在西包头能把生意越做越红火，谁想到他又折腾回去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人呐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两口子能在一起不比做什么生意都强吗？赶紧把我引上去学你的那个左掌柜去吧。那可快走吧，走吧，赶紧。盖盖，哎，花花，哎呦，咋还这趟呢？花花，你找到他了吗？五原不大，我能问的人都问了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。有人说前阵子见过他，这好些天又没见他了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花花，那是不是没有钱了？咋还有一个光阳呢？你也饿了，拿上去买点吃的啊。这钱我想着给你留下买药呢。你是不是饿坏了？我饿几天没事儿，你这病成这样子肯定撑不住饿的，这又病又饿的可要了你的命呢。这样我去给你要些饭吃去啊，你等着我啊，等着。来，不行，花花，你脸皮那么薄，咋能就为我去讨饭吃吗？花花，嫂子，咱这不是活不下去了吗？哎，我说你们俩打什么主意？是把房间交了，还是逼着我把你们赶走啊？
花花，花花，改改，改改，你怎么样了吗？花花，我弄了些柴火，等一下给你烧点热水喝啊。花花，我可想喝五元的羊肉汤。你想喝羊肉汤吗？我给你马上去药去，顺便给你药上些羊肉汤喝啊。等着啊，等着啊。掌柜的，你们有没有羊肉汤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走，没有，走。行行好，给我点喝的吧。给。掌柜的，我不要馍馍。哎呀，你这个娃呀，给你馍你不要，你要个什么？我想讨一口羊肉汤。你看你这个娃，生得个俊生生，长得一张能挣钱的脸，你放个钱不去挣，你来要这个饭，你说你羞不羞？你说你臊不臊？老板，吃完了，加料。哎，我来了。哎，小二啊，来把这个汤开上。好嘞。掌柜的，你行行好吗？你给我一口羊肉汤，你给我一口羊肉汤，我就走。没有。掌柜的，不给我姐姐病了，我姐姐病得特别重了，天天想喝羊肉汤，我就要一口羊肉汤。老板，求求你了，你给我一口羊肉汤喝。小兄弟，去，小兄弟，去，我姐姐。你是起来，你说你这个娃啊，你咋就这么不听话啊？你根本就不要脸嘛，你可抢人了。哎，滚了，走，我的羊肉汤，你看你个羊肉，走，全都走，走。姐姐，跟你一起来的那个人偷了别人家的羊汤，叫人家抓起来了。哦，什么？抓起来了？哦，啊！我领你去，快带我去，快！给我实实的捆住啊！朵儿，哎，朵儿，娘，你咋也来了？你想咋处置他呀？他这一偷咱啊，肯定是搅了咱的生意。
这日后啊，咱是非败给人家不可啊！我就准备这么饿着他，吊死他。可不敢，不敢弄死人。娘，为什么？我的师父说过，饿死的人到了阴间就变成饿死鬼，老到人间来偷东西啊。要是饿死鬼多了，那成群结队的，搞得人间连年饥荒。你弄死个女人是个小事，你要是弄得人世间连年饥荒，那可是大灾大难啊。娘，那你说咱到底该咋办呢？慈悲为怀。你问问南来北往的芸芸众生，谁要是不嫌弃他是个贼，愿意娶他当婆姨，养活他一辈子，让他以后再别偷东西了，再别祸害别人了，就放他走吧。娘，你真是个活菩萨转世，慈悲为怀。可是你看他，偷也偷了，抢也抢了。我看这个事情啊，还是问问众乡党，看大伙儿对他有个啥说法，你看行吗？这样也好。谁嘛？他俩都是一伙的，都是要饭的。哎呀，这就刚绑了一个，就又来一个，赶紧给我领他走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她是我妹妹，我病三天三夜，睡眠没有沾牙，她冒犯了你，你看在她是为了救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的份上，求求你发发慈悲，你饶了她吧，你饶了她吧。掌柜的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放了我妹妹吧，你放了我妹妹吧。娘，求求 你看这到底是凯凯，凯凯。这么个，偷人必戒，有难必救，那个女人就按江江说的办，给上几个钱，给点吃的，让她走吧。哎，小二，哎，赶紧去给取上几个馍馍。哎，给你几个钱，赶紧走，拿上。掌柜的，哎呀，快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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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吧！你把我妹妹也放了吧，放了我妹妹吧，掌柜的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你走你的，走啊，花花，花花！哎，都来看，都来瞧啊，这个贼女子啊，长得可俊俏。哎，你们谁敢要？你们谁想要啊？哎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去你的，我先要的。你干什么？我在无缘有个熟人，你们要是能找着他，这些就都给你们了。要不，你们一个人先吃上一点，等找到了那个人，这些就都给你们了，行吧？啊！哎，你们醒不醒？你们找不着，你们找不着！哎，你们找不着！啊！哼，爷今天要定了。好好，你要啊，你要定了啊！你要回家去做婆姨啊，跳到床上去睡觉。我给你解绳子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听我的！你去你的！嘿，我有麻风病呢。啊！你们谁不怕死，就把我领走。你有麻风病了啊？嗯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不但会抢啊，这个娃，现在也学会骗了。这，兰花花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啊，左大哥！花花，花花，花花，你咋到这儿了吗？你咋了？花花。花花，
左大哥，你们这好长时间不见了，怎么不说话呢？我对不住他，也对不住你，你为我俩遭了那么大的罪。哎呀，事情都过去了，还提这干什么呢嘛？你们现在想一下，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呢？眼下还顾不上说今后咋样过日子，应该说的，你又咋到临河去了？就是嘛，左大哥，我从西包头走的时候，你不是生意做得好好的吗？咋跑到五原来了？你说你到五原来就好好做生意，又跑到临河去了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同行是冤家，因为斗不过几个大户，就离开了西包头。到了五原，五原的商会会长欺客，抬脚动手都是我的不对，不离开，连口西北风都喝不上。唉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到了临河就好得多了。这好啊，那咱还在这儿待个什么呢？跟上你到临河去嘛。哎呀，这改改的身子，不是不舒服吗？咱们家不是有骡子吗？骑上骡子，我就能走。哎，不成不成，你现在身子骨这么弱的，哪敢骑牲口啊？那一路上那么颠簸的，风吹日晒，你这病不重才怪呢。左大哥，要不你去给改改嫂子寻一个去临河的顺车吧，躺在车上能舒服一点。能行下吗？那我去试试。好。哎，左掌柜，太太，小姐，午饭给你们准备好了，请。哼，我们都吃过了。啊，吃过，吃过。春夏夏那个蓝夏夏哟，满个莹莹的菜，送他一个蓝花花，四个爱四个人，五谷里那个甜苗子，没有那高粱种，一十三岁的女儿哟，只有那个蓝花花好。改改姐，哎，我把你交到左大哥手里面，跟着你们到了临河呀，我的心事就算是了了。我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赶紧找到一个活干，在你们这里白吃白喝的，我这心里头难活得很。怕什么呢？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吃的，有我们住的就有你住的，谁让咱们是患难姐妹呢？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可我们两个人毕竟不一样，左大哥是你男人，你到了这里就到了家了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可我到西口来是来揽工挣钱的，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嘛。想干活那还不容易吗？你帮他打打下手不就行了吗？哎呦，你说的，这一路上你们对我又是感激啦，又是照顾，这心疼我呢。我在你们这里做工，你们肯定什么都舍不得让我干。华华。啊，左大哥回来啦。你到账房来一趟。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啊，快去。哦，来了。左大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有手艺，又有做生意的本事，不能埋没了你。你看你在西包头开的那个牛羊肉杂碎馆，要多火爆有多火爆。我打算在临河给你再开一个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在西包头开的那个馆子开到最后也开不下去了。我寻思着，是不是老天爷不让我干这种抛头露面的营生？这条道你不走了？不走了，我想着还是找一个富足的忠厚的人家
给人当下人去。什么时候我三哥哥有了荣耀还乡的消息，或者有了什么受伤的消息，我也可以麻麻利利的收拾收拾就走啊。你认定了？认定了。那好，这样的人家我给你去找。成了吗？老爷，老爷，令府又派人送信了，信上有亲戚两个字，小的就不敢拆阅，送信的人还在外面等着呢。又是为了兰花花的事，没完没了了。怀贤弟，我仿佛已进入混沌之年，往事历历在目，尽是恍恍惚惚。今日贾祥云忽然遇见刁代，他问及儿子赛克，我忽悠一下坠入人间，异常清醒。我在想，让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，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呀。为了求得老天爷的宽恕，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儿。在把貂带卖到农家之前，貂带就告诉我，他那个月没有飘红，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。可为了报复你夺走貂带的宿仇，我不但隐瞒了这一消息，还把貂带卖到了昌门。这是我做的孽呀！现在我告诉你，那个被你送进监狱的小伙子赛克，就是你的亲生儿子。金荣，金荣，老爷来了！金荣，老爷，你爹那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只说人话不办人事。呦呦呦，老爷，我爹又做错什么事儿了，让您生这么大的气啊？你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这事是人干的还是牲口干的？嗯，老爷，老爷。
花，花花，哎，我给你找下东家了。真的？这快呢？在哪里呢？五原歌坝上有一间大字号的掌柜的，生意做到外国去了，有钱得很。掌柜的常年在外揽生意，不在家。他家里有个猴弟弟，才五六岁，有老管家照应着。掌柜的喜欢唱歌，想找一个会唱歌的女人。哎呀，一方面教他猴弟弟唱歌，又能帮助他猴弟弟吃吃喝喝、洗洗涮涮。哎呀，我说你信天游唱得好，他想让你过去试一试。哎呀，成的吗？世上哪有这样好的事呢？就是，像给我预备下的一样。你先试一个月，如果双方满意，就长期干下去。如果一方不满意，那就一拍两散。啊，成吗？为了保险，我没有用你的真名字，用的是你在西包头用过的名字张丹丹。啊，行了。哎呀，听起来蛮合适的嘛。那我去试一下。什么时候去？怎么个去法？明儿个上午在五元饭馆见面。来接你的是大管家，为了好认，他戴一顶从外国买来的白色杨草帽，手上还戴个白套套。你呢，也别忘了带上三哥哥给你买的那朵红绒花。哎，成，你们不跟我一起去啊？哎呀，不是我们不跟你去，是人家不让去。他想试试你接人待物的能力和本事。成吗？那让他们试吗？结账了，小二哥。好，来喽。哎，这是您的啊。哎，慢点吧。啊，铜板在这儿喽。好，那给唱了。好嘞，慢着啊。哎，慢着啊，下次再来。您要点啥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在等人呢。幸好您可等得太久了，在这桌子我们咋做生意的？你这里又没规定许等多大功夫，不许等多大功夫。我等我东家来了一起吃饭，成不？好好好，您就踏实的等着吧。你是张丹丹小姐？嗯，你是？我是来接你的人。成吗？咱走吧。你就不怕我是坏人？不怕。为什？虽说我们约好了你应该戴个白色的羊草帽和白色的手套套来接我，可是我刚才看你坐在那里盯着我鬓角的红绒花看了半天了，我想着你应该是通过红绒花来辨认我的。再说了，在这五原知道我叫张丹丹的没几个，你能叫上我的名字，这说明你跟那老管家应该是一回事。聪明的女人，这是你给我第一个印象。你也不问问我老管家为什么没来接你？你要是想说的话，你肯定会说嘛。要是不说，自然有你不说的理由，我也不必多问。好吧，边走边说。走。哎，老吴哥，这拾到鸡圈呢、啊，来来来，我来帮你。走，来来来，走，我还忙着。我说老五哥，常言说有理不打上门客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还是个客？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就算我是人见人恨的黄鼠狼，你总不会是鸡，怎么能降低身份跟我生气呢？哎呀，你有什么话你快说，我还干活呢。哎呀，老五哥，我想问问这兰花花现在在哪里了？你还没把他害够，还想害他？哎，你打听个兰花花的下落，又耍什么花花肠子呢？我不是找兰花花，我是想问问兰花花赛克那个后生现在躲到哪儿了。
家在哪里？你又想害他？我说老五哥，在你眼里我就不是好人，我是个魔鬼，见谁害谁。你知道不？赛克是我的亲儿子，我怎么能害他呢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令氏殿病得不行了，给我说了实话，赛克是我和我那个二太太刁带亲亲的儿子，我想把他叫回来，给我顶门立户，承续香火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你也有善心了。那好，看在赛克这个娃娃的面子上，我就告诉你。花花跟我说了，他原先住在五原，后来他头遭走西口的时候，在大草原上见过那个娃娃。后来这个娃娃跟着戏班子满世界的跑，到哪里去找他？你拿主意。那我先去五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啊，咋了？我可是老老实实的跟你说了实话，你要是再敢害我的兰花花，我就吊死在周家的门口，叫你永辈子晦气，这辈子断子绝孙。知道了，再不了，再不了。这是我们家小主人小虎子，这位是我的老师张丹丹小姐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昨天我就知道了，听说你的歌唱得很好听，尤其是幸天游唱得好听，是真的吗？我唱得好不好听我说了不算的。那谁说了算？你是我的主人嘛，你说了算。我哪能知道你唱歌是否好听呢？还是我哥说的算。范小姐，请。啊。哎呀，虎子，你可真聪明啊！这是一位清朝镇守边关的王爷，请英国人建造了王爷府，花的银子能拉几马车。清朝垮台后，这里被一个游牧部落的头人给霸占了，可他不能常住啊，他得回到草原上放牧他的牛羊和牲畜。他走了以后，这儿就成了悍匪窝子了。几股悍匪为了争夺这座庄园没少打仗，有一个从陕北来的名叫刘贵达的悍匪头子势力最大，住的时间最长，后来在西安